对，等于呢，中国古代的新石器时代的发展，经过西周一直到大帝国的成立，大帝国怎么样能够治理、编户齐民，那三部等于涵盖整个的古代史。我就是看那个开始，对，那个是我真正的本行，余外都是岔出去的。后来我去了二里头，再看见那就会有更多的感觉，对。我在大陆考古啊，每年走一个省，那么看了10年考古，啊，很有益处。当场看的就这个书上看的不一样，我也不能爬下那坑儿啊。有的地方嘛，那我把它一个箩筐里吊下去；有的地方嘛，拿我放到藤椅上抬下去，也挺有趣的。这次呢，礼拜三摔了2跤。就在我的书房里边，一天是连摔2跤，所以现在呢还带点伤啊，头上那么已经没事了，脖子僵，这个尾椎骨呢还疼，所以我们沟通沟通怎么处理啊？我就问您问题，您回答就好了，或者啊，你问我答，对对就可好，以了。那么我回答每次是几分钟呢？随你便。啊，你这个教书的人呢，你说随我便的，我一开口就是50分钟。也行，那我就当来上课就好了，没问那题。不行的嘛。您最近在写什么新书吗？我听说，对。最近在想美国衰落的问题啊。伯克利加州大学一个教授，出本畅销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做《The Right Side of History》。他说，欧美的文明两个泉源，一个犹太的上帝，一个希腊的酋长，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开启了基督教的世界。相信有了神，神会归纳出一套最好的尽善尽美的一个天地在那儿。因为他尽善尽美，所以他有迹可循。我们只要去追，按理性最高的理性去追，可追得出来。所以理性和找到进步最好的、最优秀的，我觉得他除了刚刚他讲的东西以外，还有一条条件他没讲：雅利安人、印欧民主，从今天高加索山底下、黑海边上。水草丰美的地方，养驯了马匹，发展了骑射战斗，也发展了军事民主制度。打仗，每个战士都有意见，都有权利说话。掠夺的战果，大家平分，就是自由、个人性、个人主义、平等，分掠夺的战果。勇武进取，这几个就正好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精神，欧美基督世界的原动力跟他们的支撑，他们的这个信仰，使得欧美在最近500年世界独霸。但是现在神死亡了，神被扬弃了，本来结合大家一起的宗教信仰、族群的聚合，都因为都市化的关系在散开。然后在这个中间，现在世界全球性的问题是，人找不到目的，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于是无所适从。尤其今天网络 media，每个人彼此影响，但是难得有人自己想，听到的讯息很多，不一定知道怎么拣选。这个西方的世界，它确实对您来说，确实在非常不可逆转的在衰落吗？它会朝向什么方向发展呢？您觉得？现在我大概看得出来，会打架的人，会组织人的人，有钱人、头脸人物的聚集啊，吸收新的血液正在加强。这个对我，从我看是不好的，
这后来就变成少数寡头政治继续延续端到台面上来，信仰、求知、民族，这个都在萎缩，全在萎缩，所以欧美的白人世界要下去了。包括您说整个因为现代世界都陷入某种精神危机嘛，对，然后人无法安身立命嘛，西方东方都有相似的。对，我现在转入正题，中国世界是什么？中国的世界是以人为头，没有上帝，天心是人心，盘古就是人，左眼太阳，右眼月亮，头顶儿就青天，脚底儿就大地，身上的血脉就河流，骨骼就山林，这个盘古就是象征，是天地人三才，人为贵。没有人的眼光，没有人的知识，没有人的感情，没有人的智慧，就没有天地。这个是中国的好处，也是中国的缺陷。最大发生的副作用。中国人讲伦理，讲人跟人的关系，社会关系，各种亲属关系，各种尊卑关系，上下关系等等，这个就构成了一个优势跟弱势之间的差别。就举一个例，我们始终没有脱开帝权，有了皇帝就有内廷，有了内廷政府就不存在，就永远内廷跟政府跟真实执政的政府之间的这个对抗，于是国家一定分裂，然后人人都想做皇帝，人人都想做太祖，人人都想做帮会的头头，还不够，还有二代，还有三代，还不够，表弟、舅爷都得上，对不对？这种的就深入人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自己，也绑住了我们自动自发的精神。五四当年就要想应对这些问题，您现在过了一百年，你怎么看？我对胡先生是非常佩服，我个人感恩他对我的学业，他又帮我争取了奖学金，但是他拿四金简化，这个是一个当时失误。这是不是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整个的都太匆忙了，他们就太匆忙了。赛根德怎么解释？赛根德怎么内容？没有叫大家，没有提醒大家，没有说这个是内容复杂的很。赛先生得来东西是天下肯定的、正面的，一切都照着规矩做的。但那以后就对科学有个迷信，科学变万能，科学变符咒，科学不是，科学是一种追寻的精神。德先生他从来没有拿自由民主两个之间的差别，平等民主之间的差别，其中的弊病，德先生就是拿德到哪个地步，代议制吗？全民制吗？这一个口号一来就完事了。对，这个东西你觉得什么时候会过去呢？或者什么时候有要里头自己喘得过气来，里边自己养能仰着头说我不怕这个不怕那个，要人心之自由，胸襟开放，那全世界人类曾经走过的路都要算是我走过的路之一，要有一个远见，能超越你未见，我们要想办法设想我没见到的地方，那个世界还有可能什么样。但是今天的教育不能教育这种人来，今天教育的是凡人过日子的人。今天文化是一个这个打扮出来的文化，是舞台式的文化，是个导演导出来的文化，而今天日子过得太舒服，没有人想的问题，忙的是买这个鸡买那个鸡，忙的是赶时髦，忙的是听
最红的歌星的歌，人这么走下去，也就等于人变成活的机器。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如果一个人不甘心，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他怎么应对这样的一个潮流呢？怎么自我解决、自我解救呢？我就讲，我们人要找归宿，要走理想境界。我想到，先拿《水浒传》介绍。那你得帮我演这个。好期待看到啊！我就说看那相片才知道自己以前那么年轻。时间一晃就晃了这么50年、一晃就晃了50年。哇，那时候台大女生好时髦都。欧文啊。很时髦啊！我们那是60年代啊，我是66毕业的，说这个时候应该是64、65。嗯，要现在看起来怎么以前那么漂亮？现在很漂亮，怎么以前那么漂亮？然后，那这个是台大，也是台大校园里头的。这不是您吗？啊，这是我。他许先生，他那上系主任，是我们毕业的。那时候许先生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作为历史他是历史系的系主任。对，是他是什么样？您对他什么印象？那时候那个时候没有，我们同学都怕他，就我不怕他。您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怕他？他一见面就问你书念哪去了，念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没有啊？上的课什么东西？就一直被一个人看，就转弯就逃。那其实他这个人很稳，因为他从小他没有机会像一般的男同学可以跟男同学在什么什么外头疯啊干什么，他没有这种疯的日子。嗯，就他的稳定让我稳定。嗯。那我这边这个同学问我，你怎么这么大胆子敢跟他结婚？嗯。您那时候觉得许先生身上最有魅力的是什么呢？最吸引您的？你说这个魅力这一方面啊，又不认输，他不认输，他不认为说是因为我身体不方便，我就必须要。他那个时候他给我讲的笑话啊，在我们没结婚以前，他们家里头的姐姐跟嫂嫂都说：“哎呀，老七呀、你就去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到乡下去找一个人回来吧，可以给你生孩子管家就行。”他为什么？我为什么叫找一个人回来给我生孩子管家就行了？他不可能承认这一点啊！那这个就很明显，他的个性就是我要找我要的，你们讲这话算什么？那现在很多念书的教授什么都不会做呀，连那个电脑自己都不会打，叫太太帮他打。他这么大年纪，你看他那么早打电脑，很多人羡慕死了，说你怎么他的同年龄的人都放弃了，他立刻就学。那个就天天来些小朋友教，一个教一点，一个教一点，一个教一点，他就这么一步一步学会了。那这个就是一个他的个性的一部分，他不放弃。所以他这个天生就是一个，怎么讲，劳碌命，内心内力。可是呢，你不让他内心内力，就不是他。他真的是，他很会愁。这个世界不好，他发愁。中国不好，他发愁；中国好了，他又发愁。他发愁好了又不能再好，然后他那个愁真多了。我说你真是啊，那个我说你不叫先天下忧啊，我说你是天天忧啊。所以我就常常觉得人太聪明了不是个 blessing， 我觉得是一个 curse。你同不同意？就太脑子太多了。我说你傻一点好不好？他傻不来啊。傻掉你也不跟他好了，那倒也是，他傻了我就吃不消了。所以他常常低潮，所以现在我还到常常想说，到底我们是该待下来还是不该待下来。如果我们没有离开台湾的话，他活不到今天，他气死了。他那个脾气又大，看不惯的事情的时候就又不能不说。那你不是跟着你不找人麻烦找你麻烦呢？那待下来以后呢，就逐渐的觉得是一件好事。你从一个不同的文化跳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时候，你人就睁开眼了。睁开眼了，把他们都听得入迷了，他们都要出来。好听啊、这比他们那个好听啊、他们那个什么什么国家社会什么的比没有这个好听。那怎么应对这样的时代呢？如果一个人不甘心，但他力量又这么微薄。我就讲，我们人要找归宿，要走理想境界。我想到，先拿《水浒传》介绍。元明之际，天下大乱，施耐庵想安排一个理想的世界。梁山伯，人没有等级，人没有高低，108个人，人人同如同兄弟一样。美好的境界是一个事情，你的作为的虚的宋江一辈子假，到了最后
终于108人通通一个个完蛋。好，施耐庵的朋友就叶小贝就写了《三国演义》，从头到尾成败不计，义气为重。作为官老爷，纯粹坏在个义字上，那个脑袋也丢了。刘备坏在个义字上，江山也丢了。反封了呢，司马家成了，又是个破灭。嗯，然后我再想讲《西游记》，一马兴权，孙猴子兴，那个义是那个白龙马，你兴在导路，马就是载的载人。猪八戒是欲王，贪东西，好色，贪吃，但是还非他不可。这个欲望要驾驭这个马，直到最后求真经，真经给了你的是没字的，那个河无定河，过去先死了才能过去。所以，所有的追寻理想、义气、欲望，到了最后是虚空。所以我对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山谷里边花开花落，没有人看见它，那个花开花落，白开花，白落，因为它不在我们理解的世界里边。所以今天看见黑洞能照相了，我们才晓得黑洞里面什么玩意儿，这是我们的宇宙知识就多了一大块。所有我们知道的，或者肉眼看见，或者用机械的眼看见，或者用推理的眼看见，或者用理论的眼来看见，我是跟着 analyst 就这个年鉴学派的思考。年鉴学派错用了年鉴名字，年鉴学派的人的眼光就是要超过年，他们千年鉴万年鉴，对，我的历史个人的地位最小，最短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是经济，跟经济稍微长的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那么我们中国人过日子等等等等，都是人跟自然整合在一起。中国有24个节气，我们过日子总是注意到人跟自然的变化同步进行，以至于到一个诗词歌赋，文天祥的《正气歌》，就中国人注重的就是这个气，这个气天地之间的正气，这个正气是每一个人上都可禀赋到一点，这个气就是神，不是具象的神，不用它来吩咐你，你不做事我赶出伊甸园的呢，是你自己培养自己的。一个人呢，宇宙的变化，人世的这个心肺通通融合在人的情感里面，这种的情绪，这种的气脉，就是我讲的人找归宿的问题。人自己的，我是宇宙之间那个人，我不自尊，人谁会尊敬我？这个是中国人能够在一切条件都不好，可他的挣扎站出来。您对中国文化最有信心的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觉得它一直可以持续下去，仍然会有生命力。我抗战期间的经历影响我一辈子，也影响我念书的选方向，以及我关心的事情。抗战期间是求死不得，求生不成。我呢又是残废，也不能上学。我七岁抗战开始，我到13岁才能真正杵着棍儿走路。我呢就跟着父母跑，我父亲的工作是在这个战地的文官，所以我们也就是战线前前后后，常常就住在乡下老百姓那儿去，借个铺啊，庙里边借个地方住、所以我跟老百姓的日子啊很接近。农夫怎么种田，七岁八岁小孩坐到地里去抓虫子，那这些经历啊让我在中国的内地的这个日子看了很多，我的心一直念着那些人。
我们打八年是靠农村撑起来的。嗯，哎，那个农村呢、啊，嗯，各地撤退的人或者拉锯战说前线撤到后边农村，农村们一句闲话不说，嗯，接纳难民，嗯，一句闲话不说，嗯，多少粮食拿出来一起吃。没有一句原言，一起饿。嗯，满路的人奔走，往内陆走，没有人欺负人，挤着上车，挤着上船，都先拿老弱妇女往上推，自己留在后面。嗯，大陆上奔走，多少老年人走不动了，给孩子说你们走走，是不是这段经历让您也对中国文化始终有中国始终有特别有信心的？所以我知道，嗯，中国不会亡，嗯，中国不可能亡，嗯，对不起，那没有，是不对，一谈打仗他就哭得个稀里糊涂，嗯，我不问了，不问这个事情，没有，对，不好意思，嗯。一点浓是吧？嗯，那不挺很好，谢谢。嗯，当你讲，我希望什么呀？嗯，我希望的是没有国家的界限，所有的事物在人跟人之间磋商、协调、协议之后，大家一起做。嗯，资源不需要斗争，不需要夺，这个是我想希望的事情。嗯。这个融合就举一个例，美国这个工业化真正起飞是1850，这里的钢都啊，钢都，对，欧洲来的移民一波一波进来，你从 A 到 Z 40几个住民，不同的人谈话，不同人见面，不同人有交往，嗯，你们有兴趣的话应该去看看几十里路长的不断的烟囱，全世界钢铁的出产量的1/4曾经是。那您刚才说等于是匹兹堡是一个融合的一个中心嘛，包括一个前哨，对对，这种融合也是当年美国力量的源泉，对，这个融合，嗯，你刚听见我讲哪个村子哪个镇是哪些人，没有很穷的人，富人呢也没占了那么多财富，嗯，社区完整，没有碎裂，这个生活的距离差距不远，嗯，每个人有尊严，有自信，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和谐，嗯，后来慢慢城里面的小店铺一家一家不见着了，连锁店一家一家出来了，市场出来了，这些人就消失，慢慢消失掉了。嗯，现在这些自然环境、家庭组织都被破坏掉了。对，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是工厂主融了财富，现在的财富是大财团玩钱，那比生产快多了。而这个阶层越来越固定，我们九个数得出来的，不到50000的人掌握全国财富的90%。越来越集中之后，中产阶层人全在萎缩，上面一收网，下面老百姓全饿掉，嗯，所以这个是个大危机。您觉得这种失衡的状况，或者说用一个更正常的一个方式，它是什么样子的？这个说实话要许多人合作。嗯，无锡有个茶馆店叫青怡茶室，青怡茶室，嗯，
许先生的回忆写得很迷人的，就是新公园是无锡的一个小公园，里面有个茶馆，是士绅喝茶的地方，最里面的一间十来个人是头一等的领袖。这个士绅集团是热心公务的人，商量事情，县长每天到中午就去跟他们吃个饭，听听他们今天讲的有什么意见，你们说什么我就做。士绅里面一个领袖，起先是杨汉溪，后来是钱孙庆，需要钱他们一吆喝，那个各行各业的支援，修路归修路，挖运河归挖运河，在那叫齐鲁战争，这军阀战内战，钱孙庆从陈良枪上做了筐子掉下去，跟那个军阀的部队谈价钱，军阀说好，我不进城，你这个开发费要多少？10万银元，没问题，过火人送到，不进城的扰民，这一类的事物。春荒，苏北的农家青黄不接，到无锡来打工，一来来几千条船呢、啊，手划船呢、啊，安置他们，分配他们工作。平常城里面有个寺庙叫南禅寺，我们就叫那个叫习艺所，学本事地方。无业游民就往那去住，有吃有住。哪一家公家的事情、私家的事情需要人力，往那去叫人。寡妇有寡妇堂，妻婴有育儿殿、育婴堂，住出来就排难解纷，解决问题。这种人无锡多得很，所以士大夫的世家不高高在上，上通天下通地，能干，学问好，热心。你以前说过这个知识分子不同的类型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啊，为往圣继绝学啊，为万世开太平。对于这样的一种知识分子理想，你觉得在这个时代还可以继续吗？还应该继续，应该继续。但是现在是这样的，有新的理想没有出现，旧的理想被放在一边，人不再有，我们没有机会再培养一批所谓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知识分子是 cyber 知识分子，是检索机器。不思考者，自古以来最重要的人类历史最重要的阶段就是 axial age， 转轴的时代，轴心时代，对呀，那个时代每个文化圈都冒出人来，冒出一群人来提出大的问题，多半提出问题不是提出答案，那些问题就始终到今天还在我们脑子里边。那一批人问的问题，历代都有人跟着想，我们都在做助脚，可是现在最大问题做助脚人越来越少，因为答案太现成，都是像 McDonald 一样，思想上的 McDonald， 短暂吃下去够饱了不就行了。所以今天的大学教育是令人失望的，尤其美国式大学教育最大缺陷，它零碎。那我们怎么重建这个知识分子的传统呢？这个使命今天大学不能完成了，但是今天的书刊信息搜索工具，只要肯用心，一个人可以自己从最起码的阅读能力、最起码的思考训练底子上，他可以自己摸出了来，可以摸出道路来。孔子时代不能做到的事情，到董仲舒时代做得到。我愿意跟你做讨论谈话，就是希望借助你拿这消息告诉别人。有1000个人、10000里面只有2-3个人。听到他耳朵里边去，听到心里边去，我也满足了，你也满足了。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如果您能，您觉得有什么解决方案？您个人拿出来的。